哈喽，大家好，我下一趟一个小院，马上要六一儿童节了，妈妈答应我给我买一批零食，那我们走吧。好，小院现在要买一个什么乌龟苓瓜糍？那年我们见青春，得了吧，什么味道，做个如花似玉的软妹子。下面那个年轻不要太油了。嗯，你选哪个呀？这个是最综合的，这个看起来好像更好吃，那就选这个吧。走吧，今天学校里吃的知识味酸奶，我们学校里经常吃这个。真的？这个也是学校里给你们吃这么好玩的。嗯，还百香果啊。百香果这个是知识的，今天吃这个。嗯，要买吗？小包呢？小包还可以一个一个啃呢。你看这柳冻吃，家里有这个，吃过，就是没吃过这个。来买一个，这什么味道？旺财牛奶味。好，走，你买吧。买一根超气。买什么？超气的。嗯，超气什么口味啊？牛奶味。牛奶。好的。啊！你怎么吃罐子了呀？不是，给爸爸买的。哎呦，给爸爸这么好的啊？嗯，这包买给妈妈。哎呀，妈妈也有份啊，真好。能不能拿个篮子？去拿篮子吧。这个什么呀？碎碎冰，什么口味啊？梅子味。没吃过。哎，还有柠檬味的。啊，还葡萄味的。拿几个没吃过，你拿吧。哎，六一儿童节就是好啊，放开了买。哎呦，这么小的，迷你的，这么小的吧？这是安金的，这是安金的。来吧，好嘞，再拿几根这个吧。啊，再拿几根这个，什么味的？橘子味、葡萄味的。可乐味的，红色的，还有草莓味呢。啊，这个小的口味比较多。这是什么呀？山楂片。金箍棒这么长一根，吃到猴年马月啊！不，果丹皮，好几个品种的。山楂片、山楂卷、果丹皮。你要吗？不要。看中这个了？嗯。拿一个那个吧，奥特曼里面有卡的。嗯，好的，这里都是日用品了。嗯，我们回家吧。不买不买了。哎呦，这么容易满足啊。嗯，不过好像也已经快一篮子了。嗯，好的，那我们快乐的回去吧，去买两个面包。我回去要先吃龟苓膏。嗯，不然的话忘记一定要冻起来才能吃。对呀。啊，那这个是吧？嗯，好，那买这个吧。走。袋子要的。走吧。开心不开心哦？嗯。一些零食里面有没有你们喜欢的呢？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。